阿迪啊，你工作那么忙，记得多喝水哦。除夕几点回来啊？我们等你一起吃团圆饭。妈，阿迪啊，那你今年有没有回来过年啊？你不要一直烦你儿子了，为你整一家无用的。喂，你个仔啊，几时翻嚟过年啊？我都唔知噶。我个仔啊，过年啊，要翻啊，等于冇翻嘅。食完团圆饭之后咧，佢出街玩噶啦。我仔啊，仲衰啊，有屋企唔住啊，住酒店啊，唉。爹啊，你得空记得打回给我哦。妈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儿子，他每次 last minute 才回来过年。你再这样一直问，等下不回来过年你就知道。两年没回家过年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想家吗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阿迪，你回来了。我特地把工作赶完，早一点回家过年了。你真的忙到完全没有时间回复我吗？妈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我只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罢了。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，所以这一次我特地请了个长假。这个新年我决定哪里都不去，天天在家吃你煮的饭。真的啊？爸姐，Thank you.